现在正在热播的香蜜可以说让很多观众都非常的喜欢，虽然后面的剧情让主线 CP 粉有点失望，但是这并不影响大家喜欢凤凰葡萄这对 CP 啊。现在杨紫已经分手恢复了单身，很多网友都觉得邓伦和杨紫看起来很般配，希望两个人在现实中能够在一起，可以说就等着两人官宣了。最近两人在微博上的互动也是很频繁，还没有在一起就感觉很甜蜜，很多粉丝都表示两人的互动真的是很致命，简直要甜死人了。两人在一起也是很般配，所以即使杨紫刚分手，也是很多人都希望两人能够在现实中在一起。最近邓伦发了一条很有深意的微博，这可是让很多粉丝都炸开了锅，很多人都问这是要官宣了吗？现在因戏生情的明星有很多，而且邓伦和杨紫也合作了这么多的戏，就算是因戏生情也是情有可原的。你们觉得邓伦和杨紫两人般配吗？